所以这摆做做几落摆，哪里台风啥的有吼？迄年做两三摆台风伫的吼，啊，这个，这个。尤其坤，尤其坤做行政院长的时阵吼，做这个分洪道，嗯，啊做这个分洪道，这个分洪的管制站，啊本来是要按这个村庄叫因迁村，因外的土地要求较侪钱。啊，即卖人搁住哩对？即卖还有遐村也搁伫个啦，啊即卖落安。遐有徛家啊？嘿，有啦，伊啊，较后头前遐啦。哦，遐哦，遐几间哦？嘿，遐几排的，就新村伫个啦。啊，就变作啊，安顶关节，哦，往顶关节出一条路。嗯。本来会路咧，下骹的话，啊，出一条路。本来要叫伊迁村，嗯。啊，只要创较大，要创一个哦，即摆伊后摆可能嘛是会叫伊迁村吼。哎、欸，我没。唔是啦，伊只会创较大，就是要让人看这个分洪道。哦。啊，咱你也去看分洪道。啊，即摆就是讲这间土地公庙，土地公庙的本来是咧遐山顶吼。哦第一山顶，这个富农道的顶端有一个山顶，伊古早旧的迄、那个一庙啊，对啊，哎，啊，伊就是山来遮，啊，这个富农到富农道的时候，有解，这庙啊扩建的，哦，较大的，啊，遮有一个鱼缸，遮有一个鱼缸吼，做贴招的，头前的布花，本来迄吉人湖的布花，伊有贴招，本来是真好耍的迄落，啊嘛是去做风台吼。嗯，啊，石头拢乌乌排，无本来是一个溪，伊叠甲真好势，伊是叠石啊。是生态光滑啊。反正较早的会叠石的方法。这个师傅会叠个马尾石的嘛。嗯。哦。啊，这个人伫遮做这个，即摆就是讲这个人伫遮做鱼缸做三四十年。嗯。啊，伊做甲有五步手，已经准备变。土地公啊啦，哦，因遮个人甲讲吼，你若无地了，遮个树啊拢会枵了。哦，就是拢伊咧照顾啊。嘿，大家叫伊讲，你袂使枵伊，你若枵伊，遮树啊变咧枵伊。啊，即嘛咧？啊，伊即嘛嘛是同款，逐早起拢在遮压花啦吼。嗯。啊，因遮厝边个人拢在遮顾一间庙啊，啊，大家拢来烧香啦吼，拢来遮烧香。嗯。啊，这个伊咧挂庙，这个伊咧咧整理这环境的吼，这个人有啊有在访问过，有在采访过。伊去顶馆吼，顶馆我带伊去，带伊去顶馆吼。我甲采访甲一个最南端的一个吼，伊我来做文史工作者的吼。